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。今天把那个蜜蜡给煮了。由于这个蜜蜡有很多人养蜂人都是有一个不好的那个现象，就是说把这个蜜蜡随处可扔。这个蜜蜡呢，大家都知道养蜂啊，都是最怕那个棉虫了，是吧？就等于说最怕那个草虫。这个草虫呢，老是危害那个蜜蜂。这个老巢皮呢，如果你去扔在那个。扔在那个一边的话，然后呢，长了草虫又飞出来，那种鸣蛾又飞出来，那个蜂箱里面残害那个蜜蜂。所以首先我们退出来的老巢皮，一般呢半个月之内的话，就要把它给煮成蜜蜡去。如果呢有些人不需要那个，不要那个蜜蜡，直接扔到水里面扔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扔到河里面把它扔进去，然后它慢慢的挖掉就没有了。今天就把那个蜜蜡给煮了，然后我们转过来看一下。这里搞成一块一块的王蜡，多漂亮嘛！鸡鸭架出来的魏家，还有一鸡就搞定了。
煮那个蜜蜡有什么条件呢？煮那个蜜蜡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它白天的时候有23度以上的话就可以了，有天气温高一点，那个蜜蜡就比较容易点。如果气温太低呢，低个20度以下的不好，它的流动性比较差，所以呢，你如果那个蜜蜡在低温的时候压的话，它都还没流了出来，它就凝固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蜜蜡呢，白天呢就有23度左右吧，23度左右就可以压榨那个蜜蜡。低于23度呢，就蜜蜡就没办法压榨了，它压榨流出来它就凝固了，所以呢，低温是不能压榨这个蜜蜡的。这个蜜蜡呢，平时有很多养蜂，我这里附近的养蜂人也是，他们看到他们随处可扔，然后呢，讲完那个棉那个草虫，草虫呢又节俭又出来，又危害那个蜜蜂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春晚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那个草虫，不要给那个蜜蜂讲那个草虫。这个草虫呢，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对蜂箱啊，还有隔板进行喷塞的。这个夯宽绿虫苯甲酰胺啊，对于这个药物的话可以用那个喷壶开水的时候，或者用那个砂纸，我们油漆就有个砂纸把那个水锐水了，因为里面它有个说明书嘛，锐到时候水的话也大概也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用那个砂纸从蜂箱桶里面四周砂个一遍，还有那个隔板、钢缆顶都可以砂一遍，对那个工蜂没有影响。这个药物里面所用的那个草虫青木片也是用这个药来浸泡的，所以放到蜂箱里面，这个也可以做成草虫片。在网上购买那个草虫片，就是说购买那种血条，等于说我们血条那个鸡来浸泡可以做那个蝗虫，防那个草虫的危害。不过呢，现在这种药的话，就是说对那个蜜蜂是没有影响的，也就是说喷到蜜蜂身上它也不会中毒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好像是美国出的产品呢，是吧？美国出的产品是用来防，它是喷洒那个稻谷或者杀那种鸣虫之类的一种药物，这个可能用来喷荔枝也可以，防治那个荔枝的蛀涕虫这个药物都是用，主要是种防住那种鸣虫，主要是防治那种鸣虫，对其他东西是没有危害的这个也是简单，等一下我把那个东西挖到那个上面那个评论上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牌子或者型号，自己在网上购买了。反正我这个东西我也不拍的时间长，因为这里不能带有那个广告成分，是吧？加上我也不是做这个代理的，是吧？我自己是推荐给大家用而已，是吧？不要说等一下我要在这里卖广告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已经到这里为止啊！喜欢我的视频，各位点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